国光帮忙。你是教授啊？感觉起来好像在教授家。对啊，好像爸爸书房里面的书那样子。爱看，应该是亲子书很多吧？哦，还有小吉他哦。哎呦，小孩玩的小吉他，乌克丽丽，乌克丽丽啦，这乌克丽丽，我给你一拳。哦，没有，那个是受该，那个是巴厘岛买的纪念品啊。好，接下来，哎呦，摇摇房间，大家已经充满了幻想。屁的，摇摇，家里是经常有人闯空门的。很真实啊，就表示我没有。特意整理，你感觉有想要整理，但是没有整理到很完全。没有没有，因为你算没有，因为制作单位打给我叫我拍的时候是刚好我已经起床了。然后我每次起床，我很不爱就是整理。等一下人家又来了。你下一集来拍的，哇塞，这一张太恐怖了，这一张引起大家无限的幻想。卫生纸这样子是什么意思？哇，谁信啊？不是啊，因为有时候肯定不是妈妈。没有，这边化妆，然后那个卫生过敏蛮严重。对啊，就女孩子很奇怪，女孩子永远不知道垃圾桶的作用是什么。真的。而有时候就是会乱丢啊。这是你的衣橱。对，也是那个冬天跟夏天会分开的。是。嗯。请问你一年打扫房间几次？一年吗？一年一定会大扫除。一次。对，没有。然后小有时候就是有灰尘就擦一擦这样子。那请问一下，床单？床单会洗啊。一年一次？没有啦，没那么久。半年？大概一个月吧，因为我很容易过敏，高雄人。你很容易过敏，还一个月洗一次？差不多啊。那每个礼拜要换？每个礼拜吗？对，每个礼拜。对，差不多一个礼拜要换，最多两个礼拜。枕头套也是。啊，真的吗？对，因为我鼻子很容易。但我觉得我要换，应该姚彪是单身的。嗯，因为他化妆品什么都放在很低的地方。哪有妈妈那个房间那么乱？对啊，有小朋友的话，那边垃圾乱丢，卫生纸那么多，还都用过。朱哥，你家的房间很整齐吗？没有，也是乱的。但有像他那样卫生纸这样乱丢吗？不可能啊，车都乱撞了，还是卫生纸？对，这个什么卫生纸什么那些的啊，都不是妈妈丢的，是小朋友。小朋友多，他们就知道妈妈会整理啊。有可能那个卫生纸是他小朋友丢的。对，对不对？小朋友乱丢，什么小朋友在他们乱跳？嗯，有可能是男人在上面乱跳。哦。看完房间之后，有没有要改变？有。你觉得是？我现在觉得应该不是梦梦，因为她还是一个少女的感觉啊。我觉得她少妇的感觉。这看了房间，她心里面还是像一个少女，应该还没有慢慢变成妈妈的样子，比较像妈妈的。我现在要改成妖娇。哎，真的假的？对。妖娇有孩子吗？因为制作单位一定安排一些。就是悬念给我们找一个最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瘦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已经变成妈妈了。其他三位找一些就是看起来又像孕妇啊，然后是感觉起来又很慈祥啊，很有心啊。我说志忠啊，是不要乱换啊，猜错了就没有通告费啊。是吗？啊，我觉得有些艺人奇怪，他们在这个生涯规划就自动往孕妇方面走。对，虽然没有怀孕啊。对，你看穿宽松，为什么要看我？你看我啊。我想换成三号，三号也有那种少妇的感觉。三号有孩子，还六个，我告诉你，我觉得还是一号。一号，我觉得还是拉拉的。是麻袋。哪一个是你妈？我不变啊，一样是三号，三号是你妈，不是我妈。拉拉是以前是国光女郎哎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，但是好像有一年都没见到。有一阵子没见到，搞不好有啊。搞不好他在高雄卖香肠，很忙哦。对，还嫁过来，对啊，嫁过来。这种靠谱，四头，我觉得三号房间。蛮像，然后很乱，然后很多那个书啊、杂物啊，因为保养品很多，有没有？就是因为产后一定要各种保养。是。第二项线索一出现，答案好像呼之欲出了。到底谁会是一个孩子的吗？实在是太令人好奇。
紧接着第三项线索要考验四位正妹的骂人功力，这个测验说不定就能让这位妈妈原形毕露了。首先，拉拉指定骂唐志忠哦，原因是小孩哭闹不吃饭的时候怎么办？两位请到中间来。我是小孩啊，你也带胡子的小孩。预备，请开始。对不起，是小孩，不是婴儿。哦，不是婴儿。演错了。小钟，吃饭。我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妈妈，我不要吃饭。吃饭。我不饿，我要吃糖果。不可以。妈妈。嗯。我好冷。小孩子不能冷，只能讲吃饭的话题，跟温度没有关系。好冷的，我还想洗澡嘞。妈妈，我不想吃饭，我吃饱了。你都没有吃，快吃吃饭。妈妈，快吃吃饭，妈妈生气哦。妈妈，我已经长大，我已经不怕你生气了。你就从生气给我看，妈妈。我就怕生气了。妈妈，你都拿爸爸没办法，你也拿我没办法。那我要捏喽。捏。等一下，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部位吗？捏啊。那我要打打哦。好。我拿棍子哦。用力啊。好。吃不吃饭？我不要。吃不吃饭？妈，你这样子好有趣哦！你真的很生气，你赶快吃饭。你不吃饭怎么长大？怎么保护我？好哦，那妈，我吃半碗好，我不吃完全碗好不好？全碗，我不吃完整碗可不可以？吃一点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要生气了，你生气的样子好害怕。真的吗？可以吗？那吃一半就好。好，基本上这个家庭有语言表达能力的一些状态。请坐，来，欢迎二号。梦梦指定要干掉郭彦均。彦均，脚麻。你怎么了？脚麻。腿麻。最近打球十字韧带戳到了，不要弄了。好，来，题目是小孩乱花钱买东西，而且从小不学好。爱打麻将，妈妈，我要去摸两圈。昨天输了多少？废话，你是妈妈，你太太啊！对啊，感觉我是跟老公说话一样。他乱花钱啊！乱花钱，乱花钱。妈妈，我要买。又打多大的？妈妈，我要买钢铁人。你要买钢铁人？你昨天裤钛合金的钢铁人。你昨天裤子已经买了390哎。那个390已经太贵了，你知道吗？390那个我家里很多裤子是你自己要买的，我要买钢铁人。我要家里没有钢铁人，我要买钢铁人。买钢铁人们都没有，你现在在长大，我们要先把身体照顾好。我已经很好，我身体已经很好，我有吃饭。不要乱花钱，身上有多少钱？我身上没有钱，我要钢铁人，不然我明天不去上课。你要钢铁人吗？对，我要钢铁人，不然我明天不去上课。我要钢铁人，我要钢铁人，我要钢铁人，我要钢铁人。要考第一名才有钢铁人。我考不到第一名，我不管，我要钢铁人。我钢铁人才会考第一名。会，怎样？我要去上课了。回来的。不会，不太会骂人。真的不太会生气哦。你，我会讲道理。请问什么星座的？我是金牛座。金牛座很凶的土象，就是如果讲道理还是不听的话，就会开始发狂。但发狂就已经是就是事情已经不可收拾。对，就是哭叫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了。哦，就是神经了。对，就神经。好，来的没辙。林育儒，妈妈来了，因为你指定要骂我。对啊，我是什么？曾经不及格。你干什么？你是来报仇的呀？没有啊，小康。Yes。这次考几分？4分。4分？你上次考5分，这
次还可以退步。我想说，四分不知道什么感觉。妈妈以前都考100分，我只要求你十分之一十分，你都考不到。不是嘛？人各有志嘛。那你以后想做什么工作？我啊，哦，我很想。姚娇身材太火辣，男人都抢着要当她的儿子。这个玩具是谁的？先跟我讲。我先拿的，我不管，我不管。他先拿的，但是是我的。哥哥呢要照顾弟弟，所以你的玩具今天先给弟弟玩，好不好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是我的。你要把小孩先支开啊！现在是老王子爷，跟他一起干好不好？你幸福了。离婚后事务所，光是。